虽然已经退役许久，可郭晶晶在体育界的地位可从来没有动摇。毕竟郭晶晶还拥有像跳水皇后这样的称号。郭晶晶曾在奥运会上获得两枚金牌，曾经也是我们的骄傲。不过退役之后的郭晶晶就慢慢淡出了我们的视野，而她的婚姻生活也幸福。她嫁给了一名很爱她的香港专题富豪，并且开始了低调的生活。不过许多运动员看似身体健康，可是由于长期的高强度训练，导致了他们身体负荷过大。很多职业运动员退役之后多会的很多的疾病，因为身体其实超负荷工作了很久，造成了身体疲劳损伤。而作为跳水皇后的郭晶晶也是其中的一员。郭晶晶年轻的时候为了能够训练造型，还曾长期的挤压自己的膝盖。郭晶晶的母亲看到之后十分的心疼，还劝女儿放弃这样做。可郭晶晶坚强又倔强，她很顽强地熬了过来。也因为这份坚强和倔强，使得郭晶晶在赛场上获得了许多荣誉。而也正是这份坚强和倔强，导致了郭晶晶如今的病痛。由于常年在游泳池之中，而今的郭晶晶视力居然只有0.2了，这是个什么概念呢？就是不戴眼镜，基本和失明没什么区别了。由于头部长期进入游泳池，眼睛经常受到冲击，因此导致了视力的下降，并且郭晶晶还患有关节炎，这并不是这个年龄应该有的疾病，而这也是长期在浸泡在水中所引起的。这次出现在镜头前的郭晶晶已经满头白发，37岁的她在镜头前如此的苍老，再也找不到当年跳水皇后的风采了。而这是因为水中有许多有毒的消毒剂引发的。即便为了国家荣誉付出了这么多，我们也没听到郭晶晶有一句抱怨。吃了这么多苦的郭晶晶着实令人佩服。郭晶晶自己说，每当在领奖台上看到国旗升起时，她心中的喜悦就冲散了所有的苦痛。这种勇于奉献的精神是广大体育人士需要学习的。也正是这样坚强美丽的郭晶晶获得了霍启刚真诚的爱情。小编也希望他们能白头偕老，越过越好。看到郭晶晶满头白发的照片，你心疼吗？